中国经济呢是肯定会受世界经济的影响，但是呢，我们从总理的这个回答记者的提问的这个回答中也解读出来，感觉总理呢对中国经济的正增长的这种前景还是有信心的哈，因为我们注意到他说如果他说统算了一下，如果我们实现了六保的任务，尤其实现了前三保，就是保居民就业，保我们的这个基本的民生。保这个市场主体，如果这三保保住了，他说，经济正增长还是有希望的。你怎么来看这个应该这么回答？说，六保呢，实际上是疫情发生之后呢，中央政府发出这样一个应该号召了，对于当前中国经济形势以及社会这个情况呢，做出了一个基本判断。就刚才你讲的就业，那么第一保，那么如果说有了就业，大家就有了这个收入，有了收入的话就可以消费，保障你的这个民生，这是第二保民生，保民生。那么第三呢，就是这个刺激这个市场的扩大。那么同时呢，市场扩大了以后，那么这个就业机会也多了，民生呢还会得到不断提高。所以从整个一个这个政策来看的话，中央政府对于我们现在面临这个挑战，特别是这么大的疫情之后，怎么样恢复经济、保障民生呢，都有一系列的具体的安排，这是一点。从中央政策来说，那么另外一方面，我觉得老百姓呢，应该说也逐渐的恢复他的信心。比方说，我前两天打车，这个出租车司机他说2、3月份没有收入，但是呢，我们扛过来，我们有这个能力。改革开放这个40年，我们有积蓄，我口袋里有钱，不怕。同时呢，你比方说政府也给了这个出租车司机一定的这个优惠。那么过去的话，份儿钱可能5500每个月，那他先减半儿。他现在的话，你像，他讲，他可以这个基本上能够，那压力就没那么大。有收入，有收入就是能够这个净赚一些这个收入，所以呢，慢慢恢复，所以百姓对于中央的这个政策呢，也是信心满满，对于我们未来经济发展呢，也充满信心。